在经过26天的长途跋涉，并养军蓄锐之后，1月3日上午10点26分，低调的似乎都有些带出公众视野的嫦娥4号月球探测器厚积薄发，完成了人类史航天史上的一项壮举，成功软着陆在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冯卡文撞击坑。至此，这项略显隐忍不发色彩的月球远征计划终于度过了最困难和最艰险的时刻。与6年前那次牵动亿万人神经的嫦娥3号月球正面软着陆任务相比，今天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的嫦娥4号既默默无闻，同时也要孤勇许多。6年前的嫦娥3号探测器是在先前嫦娥2号探月卫星所获取的超高分辨率图像的引导下迈出了中国人在月球上的第一步，而今日的嫦娥4号则是在没有精确地形成像做参考的情况下踏出了全人类的在月球背面的第一步。嫦娥2号获取的月球正面红湾地区局部三维景观图。此外，由于月球独特的形貌构造，嫦娥4号所去往的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地形状况要比月球正面复杂许多。与月球正面的千里平畴相比，月球背面遍布着大量的高山、撞击坑和环形山，地势十分陡峭，难以找到大片的平坦区域用于着陆。2013年嫦娥3号在软着陆于月球与海西北部红湾地区时，整个着陆过程所经区域地形起伏变化小，整体呈现了一个由南向北的缓坡。据了解，嫦娥3号月球正面着陆区地形起伏仅800米，而此次嫦娥4号着陆的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高山峡谷交错，整体地形忽高忽低，着陆区地形起伏达到了6000米。因此，此次月球背面软着陆任务中，真正适合嫦娥4号着陆的区域大概相当于嫦娥3号的1/20，这势必要求嫦娥4号必须要有更高的着陆精度，从粗放型的着陆方式向精细化升级。嫦娥3号着陆的月球正面红湾地区局部地形，日本月亮女神月球探测器拍摄的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局部地形，据航天科技五任嫦娥4号总设计师孙泽洲介绍，如果说嫦娥3号是以一个抛物线的形式着陆，那么嫦娥4号就近乎于是垂直着陆。这种着陆方式将先前着陆器在主减速段结束后由斜向前运动的轨迹改为垂直向下定点运动的轨迹，与之相应的是嫦娥4号的着陆导航敏感器的性能就必须进一步提升，需要增加着陆导航敏感器的作用距离，使得嫦娥4号能够看得更远，飞得更稳，落得更准。图片来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官方微信。1月3日上午10点一刻左右，行至月球背面人类目力不及之地的嫦娥4号开始自主执行我国第一座深空测控站佳木斯站为他精心准备的预定指令，着陆器上7500N 空间变推力发动机开机，以大约每秒钟1.7公里速度环月飞行的嫦娥4号在月球背面离月表15000米高处的近月点开始实施动力下降。5分钟后，着陆器上的降落相机开机，此时嫦娥4号已经可以看见他即将踏足的那片人类未知之地了。佳木斯站地面测控人员吕炳宏落成社，随后嫦娥4号通过鹊桥中继卫星传回了实时画面。荒凉的月面上，密布的陨石坑，这块地形奇特到充满科幻色彩的土地反衬出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在进行快速姿态调整完成光学凸壁障之后，离月面仅一步之遥的嫦娥4号再缓脚步悬停在距月面约100米的空中。接下来它只有不到30秒的时间，用自身的三维成像敏感器对着陆区进行惊障碍检测，最终在这片怪石嶙峋之地选出一方最安全的着陆点。10点26分，嫦娥4号的着陆腿稳稳地站上月面，嫦娥4号成功着陆，中国的嫦娥4号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月球背面成功实施软着陆的人类探测器。测控中心现场格力新社，这也是2013年嫦娥3号成功着陆月球正面之后，中国探测器再度造访月球，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月球正面与背面均成功完成探测器软着陆的国家。作为中国探月工程实现最终月球采样返回之前程前启后的关键一步，嫦娥4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实际意义要远大于象征意义。它不远万里突破重重险阻来到月之暗面，必然要走走看看，有一番作为。接下来它将不负重托，利用携带低荷兰研制的低频射电探测仪聆听遥远宇宙的声音，利用德国研制的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勘探深埋月下的矿藏，还将利用瑞典研制的中型原子探测仪测量太阳风粒子在月表的作用。此外，嫦娥4号还搭载有一项由重庆大学牵头研制的科普代测月面微型生态圈，在荒凉月表上培育唯一的生命。这些通过国际合作的形式，以技术指标先进性、科学目标创新性为原则，面向全球征集产生的科学代测，不仅体现了各国在相关领域的技术优势，还凸显了我国探月工程开放合作的理念。今年恰逢人类探索月球60周年，同时也是人类实现首次载人登月30周年。几十年前完成人类一系列载人登月飞行任务的阿波罗计划，以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那句我们选择去月球，不是因为它很容易，而是因为它很难为开端。然而在这番豪言壮语的背后，却是人类首个载人登月任务是源自于美苏争霸的事实。与人类过往的疯狂所不同的是，中国人的探月工程始终都怀揣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践行着开放合作的理念。在我国探月工程之初，
我们所获得的全月球影像与数据都是以开放的姿态面向国际，供全球的科学家使用。此次我们更进一步选择去往更加艰难的月球背面，并与全球致力于和平开发太空的国家一同展开探索，更是有别于过往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我们选择去往月球背面，不是因为它带来的那份独一无二的荣耀，而是因为这艰难的一步注定也是人类文明前行的一步。资料图，在美国进行飞行训练的土耳其 F-35 战斗机。环球网军事12月17日报道，美国曾因土耳其执意购买俄制 F-400 防空导弹系统，而用暂停交付 F-35 夜行战机的方式向土耳其发难。不过就在土耳其的 F-35 战机交付陷入停滞之时，12月16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安卡拉方面打算购买120架美国制造的 F-35 战斗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16日的报道指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发表讲话时表示，我们将从美国购买120架 F-35 战机，一些战机的零部件将会在土耳其制造。就在埃尔多安发表这一声明的前一天，其助手伊卜拉欣·卡林于当地时间15日向媒体表示，安卡拉方面怀疑若其向俄方购置 F-400 防空系统，美方很有可能会拒绝交付 F-35 战斗机。目前美方在位于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厂内举行了向土耳其移交两架 F-35 战机。按照计划，之前的计划向安卡拉移交的 F-35 飞机将在美国停留至2019年11月，用于培训土耳其飞行员。但美国国会此前表示，因安卡拉计划购买俄 F-400 而可能暂停向土耳其出口 F-35 战机，美国国会参议员随后对国防预算进行了修正。根据该修正案，国防部长应制定一份评估向土耳其供应战机的潜在重大变化报告。不过土耳其方面对 F-35 战斗机的交付似乎一直保持乐观态度。12月5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夏鲁什奥卢在 TRT 电视台节目中说，埃尔多安总统在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就 F-35 问题与美国总统有过交谈。特朗普问是否有问题，土耳其方面表示，我们不仅希望采购这种飞机，还想参与制造。安卡拉目前认为 F-35 的交付不存在任何问题，不存在取消供应的问题。 At Civilian Outpost 7,500,31, 特朗普总统继续强硬执行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他要求反对该决定原计划明年2月份才完成辞职交接过程的防长马蒂斯1月1日就提前走人，并且不断发推特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他在其中一个推文中写道，更换他国政权不应是美国的工作。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最新评论中抨击特朗普是流氓总统，称共和党和政府这两道约束他的防线都已经失守，现在法院、舆论和更广泛的公民社会成为约束他的最后一道防线。纽约时报也说，现在每天都有一场特朗普战争，特朗普可能即将失控，美国看来正在陷入一场深刻而混乱的传统政治价值崩断、核心价值通过竞争形成的大调整中。社会底层涌动的各种不满无法通过传统政治手段进行梳理和缓解，但他们又集结成支持打破现状的竞选力量，这使得特朗普得以对抗限制派不断做出令后者目瞪口呆的决定，试图从传统逻辑理解特朗普思想脉络都不会成功。他只想搞经济，不再重视地缘政治了吗？但他大规模提升了军费，组建太空军，比前几任总统都更强调核武库的重要性。他不再依赖美国的同盟体系了吗？他更像是想利用同盟体系实现美国再次伟大，包括从对盟国输血变成从盟友身上多捞一把，针对美国的体制以及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发动全面改革，既耗时又费力，很难推动。所以特朗普就直接干他能够干的事情，用行动促变化。这些行动有些与建制派的理念形成呼应，他就受到了支持。比如对华贸易战，有些与建制派的想法是南辕北辙的，他就受到了强烈的抵制。比如从叙利亚撤军就是这样，特朗普的冲击很有力量，他的背后主要就是美国白人底层民众的愤怒和其他民粹主义能量。但特朗普的执政逻辑还也没有在理论上自我厘清，他的执政方向也有较大不确定性。第一个任期执政两年后，美国总统都会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连任上，特朗普总统会尤其这样，因为他的连任得到的体制性惯性支持会更弱，他需要不断强化与选民的直接情感联系。从叙利亚撤军，特朗普虽然受到建制派极其刻薄的批评，但他利用这一行动重描了自己与以往建制派总统的鲜明不同。在美墨边境建墙导致政府关门，也是特朗普总统强调自己是美国人民的总统的一种方式，普通美国老百姓关心自己的福利，反对更多移民涌入，对中东事务感到厌倦，这些都是特朗普敢于赌博的民意之点。由于特朗普的个性极其鲜明，他的民间支持力量很强大，而建制派抵制他的理由同样强大。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特朗普总统与美国体制的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以至于什么都可能发生。与这样的美国总统打交道，中国应重在稳健，中国应坚持原则，同时要避免成为他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个性的头号靶子。美国政坛上现在就有多个燃烧的火堆，今后很可能还会出现更多。
把那些不对的能量都吸引到中美关系中来，这是中国要坚决防止的。中国已经形成如此大的经济和政治体量，只要中美不搞成真正的冷战，遏制中国不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坐标，中美关系就注定是高度复杂化的。华盛顿不可能受某个压倒性的目标驱使处理各种对华事务，这应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致力于扩大而非进一步收缩中美发展健康关系的空间。 Excavated at Post 7531 环球网军事12月20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19日报道，乌克兰首席军事检察官阿拜托利·马蒂奥斯表示，顿巴斯冲突开始以来，乌克兰强力人员的非战斗减员数量已经超过1万人。马蒂奥斯在接受乌克兰媒体 League Net 采访时表示，军事行动持续4.5年以来，非战斗损失已经超过1万人。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10月底发布消息称，战斗伤亡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